乘坐的航班登机口即将关闭，请您抓紧时间，由209号。我在过去的120多天里面好像没有再旅行过，我这次能坐上飞机感觉这个是又陌生又熟悉，因为曾经我的生活呢就是不同的国家飞来飞去的，坐飞机是家常便饭的事情，现在有点略微珍惜。其实话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去东北，你知道吗，我真的是好像活到这么大快40岁了还没有去过一趟东北。那这次我的目的地呢是辽宁省的一个地方。现在人们很怕旅行是因为一些很繁琐的事情，那飞机落地之后呢，第一时间呢就要拿起手机，在排队过程中呢拿起手机注册当地的一个平台，然后要做落地的核酸，一路上呢经过了高速还有一些城区，当然还有一个很美丽的野地，可以这么说吗，因为外面都是这样的一个场景。一路上堵堵停停啊，我也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，睡着了，因为很疲惫。路上也没有耽搁，也是工作了一下，最终呢安全到达了酒店。从今天早晨10点钟到现在是下午的4点18分，完全都在路上。那我过去的整个这个月里面啊，就前面这20多天天天都在工作，那今天呢给自己放个假，这个假呢放的可能有点长，我一口气从山西太原来到了辽宁省盘锦市。今天啊天气不给力啊，明天呢要在暴雨中看海了，不是说看海，是赶海。OK， 给大家看看我的酒店。这酒店的房间非常小，但是我发现问题。作为一个数码博主的我，什么问题呢？我本来带了一个这样的相机电池的充电器，可是我找遍房间的每个角落，它是没有地方可以插这个头的。那我呢是忘了带这个笔记本电脑的拓展坞，但是没关系，难不住我，因为我是数码博主。我带这个了。没问题，我就带了一个充电插头，接了2根线，把一根呢接到了我的这个充电站上，给一个手机可以先充电，到时候手表没电它也可以充。然后这边呢给相机电池充电要靠它，然后这边另外一根线呢连到了这个我的电脑上，那电脑上在充电的时候呢，我同时还可以再来2根线，一个给我的手机充，一个给我的无人机充。那因为这次呢有点特殊，所以我带的设备比较多。正常来说呢，我出门的时候一个插头2根线就基本上都够用了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住的酒店，还有个阳台，阳台这边有个小椅子，很漂亮。这边是一个生态酒店，里面种满了树，然后那边呢是接待台，这边就是电梯，我刚从那上来的。这个房间离电梯非常近，很便利。房间呢整体比较小，这边有个电视柜，我也估计不会看的。那我这次来呢，带了2件衣服，带了厚的衣服，因为这次来，听说这边天气比较冷。那我呢是来参加这个全民赶海节2届啊，没有参加过，不知道怎么样。里边有很多的行程啊什么的。哎呀，算是休息了。浴室我倒是蛮喜欢的，你看那么大个镜子，整体不错。房价呢我不是特别清楚，因为这个是。西瓜视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就来了。哎，一个人来住这么大个床，哇，度假的感觉。到吃饭点了，得下去吃饭了。听说今天有很多西瓜的视频创作者都来了，看看我住的地方。地方是完全可以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金碧辉煌。这酒店是相当大的啊，我们都找不到地方，过来看看。我觉得应该是这儿了，
这儿很多奇怪的人，他们应该都是博主，应该是这个百合厅。哇，人好多，进去看一眼。哇，好了，进来。这些都是大 V 啊。咱们组设备这么没有，我是 vlog 嘛，我就是顺手拍一下。我其实是一个有社恐的人，真的不太适合跟人打交道，就是每次我就喜欢做一个聆听者。那这次呢，忽然间跟这么多创作者坐在一个桌子上，压力山大，不停的喝可乐。后来呢，鼓起勇气跟他们一起逛逛酒店，看看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叫火海蜇。火海蜇就是这样的，可以摸的，摸了一下还有很有弹性。最后呢，和组员们攀谈了一下，虽然说是组员，但他们都是大 V 啊。然后我们就领了自己的积蓄，饭吃完了啊，准备明天的活动，先领战队的衣服。他没给配成，这是我们组员。你配上逼风，全都比我高吗？再干一会儿，没走。走。啊，天哪！现在是早晨7点钟，吃个早饭去。哎呀，他们还没起床呢，组员们。昨天估计他们玩太晚了，我先一个人吃吧。哇，还可以哈，这儿吃早饭是可以的。天哪，拿了苹果汁、水果、粥，吃了跟午饭一样，这都专业器材。哇，开始 T 恤，这衣服还行吧 ？OK， 今天是这样的，要参加全民赶海节第二届。现在是早晨的7点半啊。昨天晚上我有些组员，非常不幸的是我成为了组长，他们还在睡觉，还没起床，不知道等一下他们能不能上了大巴。我呢，先准备了。你看，穿的冲锋衣啊，因为我们要去海边。等一下呢，坐大巴车1小时，在车上睡会儿吧，昨天晚上没睡够。哇，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外面下着雨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上船，然后抓螃蟹，在这个雨天。欢迎大家来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，这就是我们这两天的活动要举办的主要场所之一，但是故事很精彩。都下来了，你猜他们在拍什么呢？然后像对立面的风大点，但是我们很多达人呢都带了无人机了。有一个人无人机炸了，跑那儿去，希望他能找出来。好像该过去了，咱往这走吧。等一下呢，该我们上台了。我今天呢被迫成为了组长。我们这次赶海节呢，我是第4组组长。你看这名字，第4组，快来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好了，这是我们全部的组员。Hello， 海王弗兰克，王小怪。你得自我介绍一下。7090夫妻旅行。啊，终于呢，等到了开幕式啊！我很久没有参加过开幕式了啊，人非常多，天气有点寒冷，我们都穿啊衣服比较厚一点，还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大 V 在这边。那我这次参加的是一个全民赶海节，一开始大家知道，但是我是一个山西生活的人，那平时不接触海，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是相当的新鲜。在本部视频结束之际呢，告诉大家我用无人机呢拍到那个坠机的，就是另外一个穿梭机坠机的地点，希望它可以找得回来，希望各位可以关注我的视频频道。